爸，来得及啦。钱家钱，喊你弄爹啊！哦，因为要够紧时间嘞。爸，我来就知道。啊，免啦免啦免啦，我坐下都，我甲钱姐做伙啦，我暂时都等下人起来无位通坐，莫紧，我坐下，我坐下。无，我帮你做嘉宾。哎，免免免免免，小妹，免免，我专工来找你的，我吃得上坐。坐下好好讲哦。过了刚无看到你啊，最近好好嘛。你看你安尼潇洒落嘛，是安怎拢无咧照时间食饭上？天气太热了，无胃口。无胃口，那我叫小丁哦，炖一块凉拌互你食，降一下火气啊。那要降火气哦，叫你后生来较有效啦。爸，因哦，婷婷已经出院啊，那就坚持叫大伯甲办出院，你等伊出院。哦，婷婷出院，坚持一定会带伊四界去佚佗。他刚刚带婷婷出去佚佗啊，啊，我是感觉讲哦，因咧唔得。蔡进鹏，啊，你后生甲媳妇，逐天去倒位做啥物代志，唔免你专工走来报告呢。阮小麦嘛无想要知影。妈，啊，这就是惊小麦烦恼，所以特别走来才甲报告。慧玲啊，我知影哦，你足生气的啦。啊，不过啊，既然小麦都已经决定啊，咱做爸母应该甲支持。所以即摆上重要的就是吼，安怎让小麦会当安尼欢喜过日啊？啊，既然伊对建志这么有信心，咱就尽做爸母的责任嘛，吼，伫个边陪伊吼度过这段时间。麦国传，我拄则已经有甲你讲过，麦在我的胸腔边安尼细细念。做爸母，我比你搁较内行，你着毋捌做过几工做爸爸的责任，安怎做对小麦较好？我比你搁清楚。我是看小麦特别重哦，歹做人，所以叫你麦讲，你搁讲。哦，是。拢你啦，无代无志走来遮，还要去扫着风台尾来。迄个，亲妈，不管你要信不信嘛，我嘛一定要让你了解一下吼。阮大伯娶婷婷哦，是为着要赎罪，为着要弥补。绝对不是因为爱，伊的心肝那敢爱一个人就是小麦。我娶进嘛，当然才用当用性命挂保证，真正是安尼。就尊重是安尼，两个月的时间，你敢敢保证因两个袂旧情复燃？小麦，你听我讲，迄个杨建志的最爱，不是你，伊甘愿牺牲你去成就别人的幸福。安尼就毋是叫做爱啊！我搁伫怀疑吼，伊从头到尾根本就毋捌爱过你，而且吼，简直是爱我，伊敢爱我一个人，伊叫我等，我就等，唔管安怎，唔管你安怎讲，我就是要等。小麦，小麦，小麦啊！小麦。拢叫恁爸仔囝顶的啦！建志，你即摆在做啥？第一陪婷婷开讲吗？你应该无时间想我吼。其实我无遐尼啊伟大，遐尼啊大方，我是遐尼啊爱你。明知影讲你是咧照顾婷婷，啊，不过我根本就无法度控制我家己，莫去想讲你甲婷婷即摆伫咧创啥。
其实我的吃醋，我真痛苦，你知影无？阮将青春嫁在恁家，阮对少年就对你对到老，人情世事已经看透透，有啥人比你较重要？阮将一生献乎恁家，才知幸福是吵吵闹闹。天天会这么快乐，这都要感谢小麦。是无得控制我家己的心情，我一直想讲，你甲婷婷即摆伫咧创啥？是伫咧山顶，还是伫咧海边啊？我若想到，我就愈想愈艰苦。建志，我伫食醋，我到即摆才知影讲，我有我爱食醋。小麦，我是干来用讲，我希望你用得。只剩最后一点仔时间，这我知影。我有时讲要逼你离开婷婷，我只是要跟你承认讲，我后悔答应你这件代志。啊，不过我嘛知影，后悔是我家己的代志，所以。我嘛是予你完成婷婷最后的心愿。小麦，你敢相信我所有讲过的话？那我就放心嘛。好了，我先去楼顶啊。婷婷，你洗身躯应该洗好啊。我拄只阿公，我出来买些物件。小等下，特别分开，拢是我看你成长，迄种感觉，足艰苦。今仔日，你让我先离开好不好？那安尼，你才能体会到我的感受。对袂辜负你。
太公，你是啉了无够爽，还是妹妹看了无够爽啊？拢有啊。你去坐下。水姑娘啊，行，等我来啉酒，先啉好棒，刷落去。你到底要创啥？要创啥？你是拢无在看电视哦？刷来要发生啥物代志，你也唔知。给我放开啊！过来啊！好了，先传来食宵夜啦。呀，创啥？放手。你敢都爱叫我？啊！你是在跟谁讲话啊？酒啉落，莫伤大型，我咧讲。看你搁敢欺负查囡仔无？你讲对，那就对啊吼。这叫做缘分啊，表示讲你跟阮党的有缘，够有份啊，莫怪哦，阮党会这么欣赏你。小麦啊，这么严啊，你哪会家一个人就这家路咧行？我要去西南国找本党讲代志，要不然呢，你跟我做阵来去，我请你吃宵夜。好啊，我昨天想讲，也无代志做，无聊啦。行。小张甲因做手的吃苦也通知，可恶的杜文杰，这么紧就爱我死。妈，什么代志？你唔免去烦恼钱的代志，拄只天才甲我讲吼，工程的头期款已经落来，你买当去请啊。这么紧钱就报落来啊？伊当然嘛希望工程会当顺顺利利，伊去烦恼你。工程一变，那是发不出薪水，来影响到进度。有钱代志就好办啊！伊去讲，这个工程若是做了好，以后阁有真侪工程会当接。若是安尼哦，咱就慢慢仔会当阁站起来。你嘛唔免阁烦恼这部的代志啊。无唔对，这是我重新振作起来上好的机会，我一定会好好把握。妈，你巴肚还枵未？可要食一罐物件？好啊。等你吃完，我再你天造公司请款。我即摆厨房吼，看下有啥物件好食。就算钱落来，沙石场甲永泽厂互法院扣掉的，嘛无法度动工。加在即摆有这条钱，以后东山再起的机会就有啊。这是头期款。天总，多谢你，你一声就补一半的工程款给我，我真感激。你放心，我一定会用上佳好的原料。毕竟过去我真对不起领导。莫讲这啦，过去恩恩怨怨拢已经过去啊。我真大家哦合作打拼，把工程做好，这是上重要的。过去。我看袂起阿斌，嘛看袂起你，想袂到，在我上甲两片的时阵，是恁来替我解围。我深深体会到过去我所做的错误，希望你会当原谅我以前所做糊涂的代志。你是阿斌的长辈，我无方便讲啥。俺看阿斌真正足疼你的。你该当作去给妈妈共款照顾，妞妞确实无嫁唔着人啊。会啦，将来我会报答阿斌。妈，请莫讲这啦。今嘛只要个工程做好，我天主交代会过，安尼我就真欢喜啊。祝大家合作愉快。
遮尔啊认真啊，啊中昼食袂？你是在要创啥？例行报告啊，安怎？做无想要看着我？莫想要乌做到食过火，你唔通做到我超哥想袂开啊？伊也毋是十几岁啊，纯情少年家啊，我甲伊解释过啊啦，伊知影社会事会轻重，会晓挣扎。为你莫互乌白乱想就对啊啦。恁阿安尼就食醋想袂开。 以后唔多爱啉醋自杀啦！咱红场做戏的代志，你是唔通硬要甲敖做伊啊，胡扯逼死阮的。你放心啦，对你的感情，我知影要寻救。啊，那超哥，我嘛袂好想歹看。你嘛有影厉害啦，一空想要掠双尾，那我老先甲定着正确迄无啥。 啊，不，超哥无共呢，伊对爱情哦是差不多幼稚园遐程度尔，你拍一下卡球就随干掉安尼。其实我是真好安排啦，啊，那超哥，你对伊一定有一寡表示哦，啊，那无，伊若想袂开，换手就走，损失毋是我，是你兼职的处理兄弟事的人。知啦，免你提醒啦。啊，超哥，有影是一个大家男子汉，只伊莫误会我。 你若想我，应该袂生气。我是安怎袂生气？我毋是拢解释过啊。你不安是答应我，是安怎搁反悔？是毋是山里第一刀？伊毋肯互你出门。我拜托你好不好？你莫每一件代志拢甲山里康康做伙。因为我无安全感，所以我才会袂想。你即摆已经搬转去啊。 因家里往东你都唔敢往西，若是阁继续安尼落去，我看你今早晚会阁互因说去，等伊甲山里继续做伙。你阁来啊！我已经讲过啊，这件代志我会坚持到底。我都唔相信你能坚持到什么时阵？咱即摆见面的机会已经愈来愈少啊！这就是伊甲你求断去的目的，先说制造你甲山里见面的机会。这拢是你家己想的。 我甲山里根本见无几摆面啊！见无几摆面，就是有见面。咱两个即礼拜才见两届尔，然后你甲山里呢？你见几摆？好，好，我袂甲伊冤家，无意义的代志。我去替你处理一寡代志。你若是出去，等于我拢要想要看到我。 你这是在威胁我？你敢有在关我的失望？佳佳，你变个这么无理取闹，你明明就不是这种人啊！我会变安尼，拢是你害的啦！讲什么要保护我，要给我安定，要照顾我，佫甲我挂手机做保证，结果呢，嘛无听到你讲要娶我。 这叫我变安怎安心嘛？佳佳，即摆唔是我歹娶你呢，是大家唔叫我来祝福。好，等讲你愿意接受，一个简单无人祝福的婚礼。我愿意。天祖，我计较的，唔是一个偌轻呀，偌一个人祝福的婚礼。我需要的是一个冥婚，会当让我光明正大，你往家道。佳佳，安尼是委屈你啊。 天祖，婚礼只是一个形式，你免管别人安怎想，只要咱两个同心，就算讲公证结婚嘛，会用的啊。你若是有啥物保护我、甲照顾我，咱就去公证结婚。
莫害我逐天为着你的代志，你有白想，想久我会气笑。大家，卡叔安尼，袂用让你安心。好，咱去公证结婚。以后才找机会去保请遐亲戚朋友。陈总，失礼啦，我不是超工要甲你录的，我真正足惊失去你。你过真好啊，三妮，你是千万唔通叫失败的婚姻着吓惊着。其实，这个世界上好的达波人也是真济啊。我知影，其实我甲天仔离婚，嘛袂完全怪伊，我嘛有一半责任。你也得为好伊。我唔是伫咧为伊。我讲的是公道话。三妮啊，我有听王董讲，你甲天祖啊，互相拢有感情。啊，既然是安尼，要是安怎，无要搁试一遍啊？不是我唔肯试，是天祖亲妈伊，啊，佫有一个代志需要解决。我唔管天祖啊，有啥物代志要处理啦。至少，伊对你就要表明态度嘛。伊农家安尼一直甲你拖掉的啦，敢讲伊是安生讲要耽误你一世人啊？你莫讲有这种代志，遐尔激动好无？三妮，我是惊你受着委屈嘛。你放心啦，天祖即马是还佫一寡指令还袂完成。我相信到最后，伊也是会倒来我身边。三妮啊，你上好唔通这么有信心呢？你若是心内真正还搁咧介意，我看你也是。我卖搁讲啊啦，啊这件代志哦，你家己处理，我卖搁有你压力啦。三妮啊，啊这份礼物哦，请你收落来。遐尔贵重物件，我袂收。三妮，以后我所有的物件拢是爱留予你啊。这是我离开遮尼久，甲你见面的一点仔心意嘛。啊，不过。三妮。你若是无收落来，我的心肝也真艰苦。三妮啊，我不是要用这物件哦来买收你的心啦，我嘛袂勉强你叫我一声爸爸，我只要看我家己查某囝穿甲水水，我就真欢喜啊。是哦，就比较差不多啊。你有啥物看卖无？我今日就忝个，能够照顾好无？好啦，啊你也忝哦，就较早回去休困，明天
咱就够用哈。我去趟洗手间。是不是王天做的电话呀？是啊，就牡丹豆会要找。我咧是伊的秘书。我唔是。那呢？你甲伊什么关系？佳佳，像啊。我嘛唔知啊，讲话足无礼貌的。喂，我王天做。我是三爷爸爸，你应该也会记得啦吼。哦，阿伯你好。你应该知影我回来了吧？有啦，我有听讲你回来啊。那呢，你嘛应该知影，我要开一间新的公司。小等下，你过来一下。我的公司要开幕啊，我想要听一下你的意见。好，我小等就过去。那呢，再见。天总，是谁啊？哦。一个长辈啦，拄伊要我转来。伊是要跟你约见面，那安尼，敢我陪你去？免啦，我今日代志真侪呢。对啦，天祖，公正结婚的代志就安尼决定啊。日子我来定，安排公正。好，调你烦恼。也凶啦，就算讲心情歹哦，嘛不通安尼啉。相公，我心情歹。卖阁假啊啦！你所有的代志哦，阮当个比啥物人搁较清楚。你哦，实在真无简单呢，气魄袂歹哦。这不是气魄，这叫做讲。你不是讲，你是有情有义。社会上的人啊，无法度人搁找出你这款人。你这种医生哦，真正讲给人听，嘛无人相信。好好啊，来去当面由头革命。以后若心情郁卒，还是讲见识了你受气哦，你就莫插伊，随意来找我哦。老赖，归去安尼啦，我去恁公司上班，啊，若有啥物代志哦，大家嘛较照顾会着。小麦。家你也毋是毋知讲我公司出入的人啊，拢阁是我赤灵赤红的，心底有邪魔歹角的。你是一个水查某囡仔，你敢有才调通我用？老雷，有你罩我呢，我是惊啥？老雷已经真久无啥插公司的代志啊。哎呦，我是想讲哦，去恁公司，你得当保护我啊，啊不是即马派你当搞笑人。尤其是昨啊，伫咧酒店门下口，若毋是有你哦，我就惨啊咧。你哦，你若是讲纯粹啊，要来我做你的保镖，真简单啊。你的手机也嘛我的电话，你随时都会当拍我。还是讲你心情若不足无聊，你嘛来公司来找我泡茶啊。我刚刚想要找一件代志做呢，我也袂去拍人啊。我是想要动动脑，安尼会无？安尼哦，好啊，安尼我天瑞的军师托你做哦。好啊，来。阿姨，什么代志啊？笑啊，这尔欢喜。哦，小麦屋子几若工啊？今日总算笑会出来啊！吼。其实啊，小麦人嘛真乐观，只是讲有滴感情的问题哦。好嘞，别跟我哭哦。啊，是嘞是嘞，卖讲卖讲哈。
对啊，吕董，啊来哦，看我眼睛嘛安怎？我看天座大概拢就无用诶，我唔敢甲问啦，惊会压力。哦，那你开我无用用法包出去啊，进能量真顺利。哦，这部我有听天座讲啊，只要工程哦无出大问题就好啊。啊，不过上主要是我希望咱客户案甲其他客户案比起来哦，还有无同款物件。嗯，你讲的是无唔对，这点对咱来讲是真重要。这件代志天座啊，嘛真伤脑筋嘞。这客户案我已经看过啊，天座甲姐姐做来袂歹，规设计哦真实用，也真有商机。啊，不过我是希望讲咱当做来比别人较好，安尼唔做会当欠着厂商来跟咱合作。这代志，得再有小麦甲咱斗三工啊！小麦，啊你拄则咪讲要来动脑筋，但即马就有机会啊！真实的哦，啊我就无客气啊！老李，就安尼决定啊，我正式做天瑞的顾问，安尼好无？这，啊，本当的你意思安怎？真好啊！我相信以小麦的头脑，一定会当让咱客户更加活泼，更加有创意。嗯，还是当然的啊。第一遍的化妆舞会哦，我只是小试身手。这遍呢，我一定要大大的发挥。嗯，安尼好，我来找一个时间啊，来找天座，咱大家好好来参详一下吼。当然。遐里人是走一堆，我找你找几波拢找无人。歹势啦。我来查一个代志，手机也袂记查。查什么代志？就是去替王天舟切尻川啦。这去哦，真正是生鸡卵无放鸡屎有诶。安怎？天舟是倒位个得势着你？伊是无得势我啦，啊，不过伊甲阮兄弟全部拢得势了了啦。大爷，你敢知影？王天舟竟然甲内湖开发的工程。全部拢包迄个落选的李伟，你爱玉啦！大家兄弟哦，真正拢夹到臭头去啦！我私底下哦，安尼请食饭下死嘞啦，真无简单，才甲大家安排好势。我看哦，王天舟真正是公私不分啦，啊因为阿斌是妈子啊，所以好康的全部拢嘛要伊赚。天该己人，这嘛是应该啊。啊，不过李爱玉即马落选啊，啊当时要走路，咱嘛唔知影，死狗。还是去有看去，王天舟敢会付钱？我相信天舟伊会分寸啊！而且你阿姚金嘛，需要这个工程东山再起，一定好好做。迄拢是好听话啦，这个人根本就袂靠近啊！你是算命先哦，算了一定会动。你到这年啊，后要去算看卖啊无？算看这总经理跟咱坐偌久啊？我看你哦，根本就是管袂着内湖开发案哦，底下你假错。哎。天舟既然做这个决定，就表示讲伊会负责到底。你是替伊烦恼啥？啊，死狗若是出问题，你敢有要替伊负责？你别烦恼啦，还够我滴。阿弟啊，你甲你总经理做好就好，什么代志你免管遐多。开发案，既然我这专管交天舟阿兄。我就完全拢总相信你，我嘛相信讲有真侪人跳出来咧挺你，伊应该袂有大家失望了。老李，安尼就对了，来，我敬你。真正是老翻天啦！过完那久，哎呀，绝对会错的。佳雅，你在看啥？原来你跟 Allen 一直有在联络啊！我跟 Allen 是好朋友，用 email 联络那有啥？所以你买这台电脑，就是为了要跟伊偷来暗器。你是在学白讲啥？我买电脑是为着要学物件的。搁再讲，买电脑的钱是我出的，
你是咧无欢喜啥？啊，我的女朋友甲别人乌白来，我应该就欢喜的。你敢有伫咧别人面头前承认过我是你的女朋友啊？为滴，我不准你讲爱联络啦。本来是我的朋友，想到我袂应该伊联络。朋友哦、喔，甲迄种半斤不遂做朋友，加浪费时间的啦。你讲话无需要遐尔刻薄。后摆不准甲伊联络，那无我就甲你电脑断掉。你大家等我的电脑，你试看卖啊！你，我警告你，你上好莫甲我拍，我已经吞忍你足久啊，莫逼我对你无客气哦。即摆有这个费用，互你做靠山，讲话用声啊。我不是你的七头咪啊！你想要安怎就安怎。嘉义，嘉，小麦，这几天敢听你妈讲着我？无呢，阿姨拢边哭边吵，我嘛唔敢甲伊讲话。唉，这也无怪。伊甲你交予我，是讲会当放心去代劳处理代志。结果嘞，当下煞看到是另外别人。阿姨，是的啦，害你去我妈误会，你莫计较好不？我哪敢怪伊啦？天下父母心，我家己嘛是人的妈妈，我会当体会伊的心情。慧玲，慧玲，这万我同房啊，慧玲，你出吧，麦啰嗦。张姐，我今日来嘛无想要加讲，主要就是要来跟你拆股。即马公司当趁钱呢，你若是拆股，就无法度分到红利啊。我无稀罕迄寡钱，我嘛毋是咧讲钱啦，我是讲，若毋是因为你有甲我斗相共，即几年我伫咧大陆，生意根本就做袂起来啊。我注重的、看重的是咱的感情。虽然我实在无几年，不过咱的感情比真侪亲姊妹还佫较亲呢。对啦，对啦，慧玲啊，丽珠讲佫无唔对啦。吼，你应该好好啊珍惜这份感情，吼。我就是伤惜情，唔再遐尼放心，把小麦交代予伊。想讲伊会甲伊当作亲生查某仔共款，好好还落伊的婚书。结果诶。人是你处理伊月生女的婚事，张姐，你怪我气我，我拢无半句怨言。俺我真是无希望因为这件代志破坏咱感情。你即摆讲这有啥物路用？小麦去用欺负遐尼惨，我哪有可能原谅你？我知影你即摆真气，俺我你一定要听我讲。小麦伊做这个决定的时阵，我嘛真为难。俺们感情的代志，毋是咱是大人会当控制。若像遐尼啊简单。那老麦嘛袂这么为难，三年嘛才有当王家。张姐，咱代志哦看较远嘞，不管是好还是歹，这是小麦甲建志做的决定，咱要尊重伊，祝福伊。对对对对对对对，慧玲啊，我嘛是咧甲你苦劝的啊，对。小麦已经大汉啦，哦，伊处理代志有伊家己的想法，伊竟然都做决定啊！虽然讲咱是无赞成，不过咧，咱做爸母的，这时阵嘛，可能会当伫边啊，哦，点点甲安慰，哦，你都莫阁插手啊！妈，你莫甲我认啊，爸讲嘛无唔对啊，听哥讲，拢是因为你学袂来。害我甲丽珠的感情差一点嘛就毁掉，差一点嘛，妈，你的意思是讲你得阁怪阿姨啊，对不？张姐，我知影这件代志真实是我唔对啦，我应该两早甲你讲才对，啊，不过真是无歹意，我嘛毋是超工要维护婷婷，请你一定要谅解我。煞煞气啦！小麦的个性我也不是不知影啊，伊决定的代志，连我都无在条阻止，我哪会用去怪？也不过吼，伊家己决定的代志，家己就要承担。我知。
谢你肯谅解。心所爱的人。